简单线条几何图形组在一起，再画上圆圈，上面写着没照片，车大概就是这样。猛然一看，还以为小朋友在画画，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卖车广告。上头写着这台2010的小车换车出售要的资讯，广告一贴出，网友都笑翻了。有人说这比识图更吸睛，还有网友要求严格，说这与内容物不符，根本画错了吧？应该是不会了。怎么说？我会去买，大概我脑袋就坏掉。出行嘛，阿咧店里到现在哈卖了上百部车啊。是。啊、如果说一张图片这样子就可以卖车的话，那我干脆店收一收，拜他为师好了。看看这业者其他的卖车图都很正常，唯独这一张手绘本让网友不得不多看几眼。为了做生意，业者想尽办法。就创新嘛，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在偷车吧。然后就是要点不一样的。人来人往的夜市，有业者穿西装，看起来格外抢眼。走到他的摊位一看，卖的竟然是汽车。哎呀，第一次来看到他们真的把几十万的车子开出来，这样子让我们大家可以试乘，算蛮亲民的啦。直接把汽车搬到夜市来，不仅可以试摸试坐，业者还会详细介绍，不走寻常路，摆摊半年就成交了五六辆。有的呢，到夜市看我们的车以后呢，他会到我们的店里面来挡我们的车。为了业绩，汽车业者想尽办法出大招，就是为了要吸引顾客来看，不管是手绘图还是夜市摆摊，发挥创意果然奏效。记者洪墨、金阳志新竹报道。